有幾陣雨，熱帶低氣壓美沙克會在明日橫過南海東北部，但是同香港仍然會保持一段距離並進一步減弱。根據現時的預測路徑和強度，美沙克明日對香港天氣的影響不大。而家嘅气温系25度，相对湿度78%。我喺1990年出世，可以话同基本法一齐成长。25年嚟，我认识咗一国两制，加深咗对内地同香港关系嘅了解。我见证咗香港回归祖国，亦见证住基本法嘅成功落实，俾咗我哋独特嘅优势。我深信喺基本法嘅保障下，香港将会继续繁荣安定，迈进更光辉嘅里程，而我哋亦会有更美好嘅将来。基本法颁布25周年。今年基近三十，仍有将会分成4个国家，分别是津巴布韦、安哥拉、南苏丹和孟加拉。而基近之星周柏豪、林欣彤、梁文礼还有 Jackie 就会分别成为4国领袖，去鼓励国民在30小时里面达成目标。基近三十闭幕礼音乐会将会转化成90分钟基近之旅程，由基近之声用相片、录像、音乐带基近仍有重力基近之旅。香港世界宣明会叱咤903基近三十2015，4月11、12号香港仔运动场基近三十，到时见啦！赤脚走进贫穷，用爱拉近世界。不外等，只外做，即刻903。海旁有靓景，仲有新科技。香港数码生活嘉年华在中环海滨活动区4月9至13号，给你一边欣赏维港景色，一边参考智慧城市的创新方案。同场的 iStartup and HK 展馆9、10和13号还有初创企业展出原创数码产品和服务。快点来中环海滨活动区的香港数码生活嘉年华和 iStartup and HK 展馆，科技生活全面启动。有150个自称在雨伞运动时期认识而成立新政治组织的香港青年人，向传媒表示他们将以议会革新为目标，积极派人参与今年区议会和明年立法会选举，将主打本土路线，包括港人利益优先政策等等，希望可以成为保皇党和反对派之外的第三势力。更加强调不会参与传统政党的区议会协调机制，但是不会主动追击泛民，而暂时他们的地区工作亦都未见到有同泛民撞区。通识题，你觉得咁样贸贸然去参选区议会的人，怎样才会选到区议员呢？星期日晚9至11点，903国民教育。去到新的朋友嚟到903国民教育，我都会用一个温柔的拥抱去揽一揽佢哋嘅，因为始终系对新嘢咧，我哋香港人会比较陌生嘅话咧，多数会持一个反对或者持一个抗拒嘅态度。我唔觉得香港人好中意新嘢，咁但系咧就喺青年新政嘅朋友上到嚟嘅时候啦，一个系梁仲恒，一个系周世杰咧，上到嚟咧就好似话俾我知咧，佢哋想改变一下香港嘅政治风气。其实你哋而